Little me it's our story time. What's going <laughs> on? <laughs> Why somebody is smacking the desk? So what are we gonna read today? Yeah, so what is Zhao Wang Yeah, do you know who is Zhao Wang? What does he do? He's Yep, I think he's also called zao So he is the kitchen god in charge of the kitchen. Zhao thought Is it? I thought it's it? mm -hmm. it a male, not a female. No, so anyway, this is Tong Tong mm -hmm. And today we're going to read Zhao Wang Ye, Tang 23 here means uh, December 23rd is the likes to eat candies. So if you want him to say something nice about you, you should prepare some candies. So winter time. Big snow. And what are they doing? They're on the roof. Who's on the roof? They. Oh yeah, that's right. Interesting. 嗯、hmm.，好。So one thing we need to tell people is，糖瓜就是瓜形的关东糖，传统习俗用来当做贡品。好，那我们来看看。Let's see the story. Let's read the story. 二十三，糖瓜年，灶王老爷要上天。一进村啊，儿童念谣的响声。 不绝于耳，听得小瑞心里也雀跃起来。看着雪花纷飞，糖瓜爷爷的灯笼点亮了，闻着淡淡的烟火味，他感到一阵暖意涌上心头。到村里和外公外婆一起过灶王节，他们一定很高兴吧？哦、oh,，So he is going to celebrate the 灶王节 with his grandparents. 灶王节啊，就是和灶王爷相关的大日子。说到灶王爷，小瑞听外婆说过一个故事哦。Have you heard about this story before? 很久很久以前，富家子张生娶了丁香。丁香贤良淑德，孝顺公婆，把家里啊打理得井井有条，日子过得很幸福。走、so,，丁香 is a very nice wife. She take cares of her family very well. 后来呢，张生喜新厌旧，把丁香赶出了家门，又娶了海棠。嗯，呵呵呵呵呵。哎，So 丁香 got kicked out. He got divorced. So sad. And he married another woman. 丁香改嫁身无分文的樵夫。 张生和海棠每天吃喝玩乐，不到两年呐、啊，就把万贯家财全部败光了。海棠看张生落魄，也索性离开他。So 海棠，you know, I think she married 张生 because of the money, right? She doesn't really love him. 张生既孤独又没有一技之长，只好沿街乞讨。有一年的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大雪纷飞，天寒地冻。 张生又冷又饿，来到了一户富贵人家的门前乞食。what is 乞食 mean？w you know? 乞讨的乞，食物的食。Uh, so、bake for food. 就是，beg for food 就是要请人家给他一些食物。女主人带张生到灶前取暖，还给他一碗热乎乎的面哦。 张生吃面时发现一根丁香和他结婚时戴的发簪，他才认出眼前的这名女子就是被他休掉的前妻。哎，张生心里很难受，非常非常的羞愧，一头就钻进灶门自尽了。玉皇大帝觉得张生能反省自己，人品并不坏，就封他为灶王爷。哇，such a coincidence 啊、oh.！ 呵呵，灶王爷也曾经是凡人呢。不知道外公家的那尊灶王爷长得像张生吗？外公、外婆，我来了。啊，是小瑞来了吗？哎，快进来，外面太冷了。外婆赶紧迎接小瑞。哎，你坐了一整天的车啊，累了吧？外公一边慈祥的询问，一边往。 泡了大麦和米的盆子里面注水，小瑞发现外公的发色已经全白了。不累，我要和外公一起做糖瓜送给灶王。嗯，要做糖瓜可不简单哦。外公说。隔天凌晨四点啊，小瑞和外公、外婆同时起床，开始忙碌了。 这是昨晚用大麦、汗米发过的液体。外公用汤瓢舀出液体，仔细过筛，倒入大锅中，准备熬成糖。熬啊熬，变成了粘稠的糖浆。外公一边用木铲不停的搅拌，一边说：“熬糖的成败关键啊，在火候。有了经验啊，就能掌握诀窍、啊 That's right。如果火候不对的话呢，一定会焦掉，要 get burned、嗯。这个搅拌糖浆的动作好累呀、啊，外公开始气喘吁吁，但他看着锅里呈现金黄色的糖浆，脸上流露出欣喜的表情。没有年轻人愿意留在村里，也不想传承这门手艺啊。唉。 做糖挂耗时费力又赚不了钱，外公边说边叹气。好了好了，准备起锅拔丝啦！外公把起锅后的糖衣趁热挂在架子上，拉糖啦！外公和外婆使劲把糖衣拉成长条状，又扣在一起。 这样一拉一扣，一拉一扣，一拉一扣，需要做好多次才能变成中空的圆柱状糖条。小瑞用力帮忙拉着粗麻绳状的糖条，一直拖到院子里，香气四溢，整个院子马上就充满诱人的甜味了。See t h e r e right over here? They're pulling the candy。真的耶。嗯哼、mm。Hmm. 好不容易，终于拉好糖条了。外公用麻绳把糖条切成块状，一个个既可爱又闪烁着光泽的糖瓜就做好了。把热热的糖瓜放在冷冷的屋外降温，糖瓜里面会出现漂亮的小气泡。无意间，小瑞发现外公的手啊，又皱又皱又粗。傍晚。 到糖瓜爷爷家吃糖瓜的小孩子，欢天喜地的唱起了《糖瓜祭灶，新年来到》的童谣。为什么要发现爷爷？他发现爷爷的手又粗又皱又粗啊，就是爷爷很辛苦啊，做了很多东西。Yeah，嗯、mm、哼、hmm.，so he's a handyman. He worked a lot, right? 好、oh,，so the kids were singing the song called 什么？ 糖瓜祭灶，新年来到。小瑞呢，拿起一颗糖瓜，咳咳咬了一口，香甜酥脆，真好吃。随着村里的灯逐一亮起来，忙碌的一天结束了。新的一天开始了，今天是灶王节。在寒冷的清晨，外公挑着担子，踩着白雪，出门叫卖。 他拎着铜锣，边走边敲：“卖糖瓜，卖糖瓜。”锣声和拉长的音调越来越远。小瑞啊，看着外公白发苍苍的背影在寒雾中渐行渐远，忽然鼻酸了起来。外公做了一辈子的糖瓜，真辛苦。 太阳刚升起，小瑞跟着外婆开始大扫除，要清理家中累积一年的灰尘后，才能送灶王爷回天庭。心灵沉静的人是不怕上天巡查的。外婆一边打扫一边念念有词：“为什么啊？”小瑞问。“因为灶王爷是玉皇大帝指派到人间的探员。” 在每年农历的十二月二十三日啊，灶王爷要回到天上去汇报家家户户的所作所为，由玉皇大帝决定给每户人家的赏罚。灶王节啊，就是大家欢送灶王爷上汇上天汇报的节日呢。Wow, they prepare a lot of food for the 灶王爷 里里外外都打扫干净后，外婆准备贡品，除了柿饼、米果、枣糕，还有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东西。Guess what？That's right，is t 糖瓜。Right, 糖瓜外婆为什么要准备甜食呢？哎，让灶王爷吃了嘴甜，上天只会说好话呀。灶王爷都这么老了，也看不出来像不像张生。 小瑞偷偷观察灶王爷的神像，外婆啊，在灶王门上呢擦了一点老酒，说把灶王爷灌醉啦，他就不会乱说话了。然后呢，又往灶王爷的嘴里塞了一块糖瓜，<laughs> <laughs> 然后说：“坏话别说，好话多说啊，看。” 糖光黏住灶王爷的嘴巴都张不开了，当然只好一笑置之啦。That's so cute <laughs>。接着呢，外婆又用红纸剪了一匹漂亮的小马，说：“小马，小马，快点载灶王爷上天吧。”焚香祭拜后，外婆很恭敬地把灶王爷画像拿下来，和小马剪持卷在纸钱里一起烧了。外婆双手合十，磕头祭拜。 灶王爷，您老人家上天说好事，下地保个平安呐、啊。在送走灶王爷后，直到除夕的这段期间就是迎春日，要准备过年喽。傍晚的风雪中传来一阵脚步声，是外公回来了。外婆赶紧端出热水和饭菜。外公梳洗后坐下吃饭，一脸放松和惬意。 外公，为什么要在这么冷的天气做糖瓜呢？唉、啊，如果气温高，白牙糖会融化，就做不成糖瓜了。每年只有小雪到雨水这三个月才能做，因为制作过程受限于温度，辛苦又没有利润，越来越少年轻人愿意从事这个行业啦。外公轻叹：“唉。” 对呀、啊，所以很多传统技艺都要失传了，对不对？都是他的 traditional skills。那你为什么还坚持要做糖瓜呢？啊，当初外公的爷爷就是做糖瓜的，因为喜欢，所以外公就继承手艺了，在。 外温暖的灯光下，外婆以轻柔的哦，这是外婆讲的，sorry my bad <laughs>。当初外公的爷爷啊，就是做糖瓜的，因为喜欢，所以外公就继承手艺啦。在温暖的灯光下，外婆以轻柔的声音说着：“外婆和我一样喜欢做糖瓜。”外公说：“是啊，是啊，做糖瓜的时候，心里总是甜滋滋的。” 外婆笑着回答：“虽然很辛苦，但只要是做喜欢的事，就不觉得累了。虽然是清贫的生活，但我们很知足。” so, 外公外婆，they are what they say is right. You know, if you do something that you enjoy, then you won't think it's hard. You will enjoy n doing it. 明天小瑞就要回城市了。 心中五味杂陈，他看到在冰天雪地里，还要在露天的环境下做糖瓜的外公外婆，他们的双手都皲裂了。小瑞从包包里拿出两双棉质的手套，轻轻的放在桌上。然后呢？那天夜里，小瑞安心的睡了。令小瑞 loves his grandparents very much。 O.K. So, 是那个、啊，这就是之前看过的，没错。嗯，好啦，这就是童年印象传统节日的灶王节。w y is he on h e I don't know why they're on the roof. <laughs> so anyway I think this book is a little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um kitchen guard stories. They really focus on, you know, grandparents with the kids and also focus on how the tangwa is made. Okay. I I think we can, can find I, I we can find videos about how to make tangua as well. Do you wanna watch it? Okay. Okay, well, let me try it. want to know hmm? you want to know more intelligence ghost story yes. okay maybe next time it's late good night